是幸福的，有那么多的祝福，还有你宽厚的肩膀，不会感到孤独。幸福的人不要看太清楚，就让泪水在眼眶中模糊。我真的以为这样何尝不是一种所谓的解脱，要背负的辛苦又有谁能够清楚，那内心的冲突我的手早已不再温暖，早已麻木，怪你让步不再给你舒服。我不会哭，我会祝福，因你曾给我全部。我不怕哭，我不认输，我相信还有你也吃一块，你吃。嗯，对，某一样东西给你们看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说好不好下？嗯嗯，你看，然后这是谁呀？小春的男朋友嘛。你说好不好笑？突然间蹦出个男朋友来啊，投入的不得了。哼，现在年轻人啊，动不动就说爱我爱我什么的，也不晓得真爱还是假爱。这照片哪来的？小春给的，说什么要我带回来给王妈妈还有云生姐帮她看看啊。还不错嘛，蛮好的。哎呀，好不好不知道了，反正啊比那阿德衬头多了就是。他们俩在哪认识的？我怎么从来没听小春提起过？就国中同学吧，他说马路上重逢，嘿，就蹦出火花来了，真是马路上也可以。哎，算算，现在年轻人啊比不上他们了，不得了了。吃完就上来，怎么胃口不好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燕生，你看看，这是家凡以前的照片吗？你再看看这一张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一张，很像哎。小春怎么会找个那么像家凡的男朋友？真巧。云生，喂，云生姐，
看到照片了吗？看到了。你男朋友啊，很帅，很有气质，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嘉凡说是你的国中同学，什么时候有空把他带来？他是你儿子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啊？他说什么？你告诉他，是他孙子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孙子？谁的孙子？给我，喂，喂，小圈，我是我妈妈。你说那个男孩子怎么回事？那张照片，那是你孙子啊，王妈妈。是电脑合成，把余生姐和王大哥的照片去做电脑合成，就可以预先做出他们孩子将来的长相。电脑，可爱吗？他长到20岁啊，就是那个样子，帅帅的，酷酷的，斯文有气质。哦，对了，忘记把你的照片也一起拿去合成嘞。人家说有的孩子会长得像奶奶嘛。嗯，像奶奶也不错啊，像王妈妈你这样子。小陈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嘛？啊，小陈，小陈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我想你啊，来看你啊。你看，我还带了你爱吃的杠子头哦，你最爱的那一家哎。正好正好，进来进来，来进来。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你怎么没有钥匙开门呢？我不是帮你配了一副钥匙吗？掉啦，找不到嘛。哎，你呀，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。那这里还有一副，拿着收好啊，可别掉了。钥匙掉了，以后家里要是没有人，你就进不了门了。干爹还有辈分呢。这是专门的，特地为了你跟云生两个人准备的。你跟云生两个丫头啊，都迷糊，一天到晚呢丢三落四的。啊，糊涂，算了吧，云生姐才不糊涂，她心里面精得很，那会要我签约。小川，不是吗？本来多简单的一件事啊，生孩子嘛，生完了事嘛，哎，结果还防着我，怕我不认账，硬要叫我签什么协议书，这就是不信任我嘛。小川，干爹煮了一锅绿豆汤，喝一碗消消火。嗯，好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谢谢干爹，喝喝看，喝喝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喝。好，小川，如果是干爹要你签呢？干爹，好好好，不气不气不气。你喝绿豆汤，听干爹慢慢跟你说好吗？
不饿了。哎，小春，我还没说呢。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嘛。你当然站在云晨姐那边帮她说话，因为她是啊，她是我女儿是不是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我女儿啊。干爹是帮理不帮亲，你要不要先听听看？听完了不接受没有关系啊，你这碗绿豆汤总是要喝完的嘛，傻丫头。嗯，哎啊，首先钱是要的，当然要啊，你年纪轻轻的帮人生孩子，这是帮了大忙，立了大功啊，有功就该受禄，这钱是他们的心意，你收的心安理得啊。嗯，钱可不是万能的。当然当然，钱不是万能了，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哦，这没错吧？嗯，所以你接受他们的心意，于情于理你都该收啊。啊，你就收吧，随便了。还有啊，小春，他们要你放弃孩子，这也是无可厚非的。我本来我就没有要这个孩子嘛，没有说几百遍呢、啊。是啊是啊，你都说了几百遍了，还是没有人能记得住啊，那何不就签下来呢？嗯，这样大家都有个依据，反正你本来就是不要的嘛，免得每一次不放心，每次假，每次气，是不是啊？再喝一碗。哎，好，干爹帮你盛啊。小春，协议书啊，你们要我签，我签啦，你收下吧。协议书，本人叶小春，祖籍河南。我愿意为云深姐生小孩，并且等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把小孩还给云深姐。代价是新台币一元。小春，这不对吗？我，顾小春，女的，哪里人？我要干什么？我不会要小孩，不都写清清楚楚了吗？可是这上面写着这一元，那不是我的意思哦。原本我是想免费生的，可是干爹说那是你们的心意，钱一定要收。好吧，那就收吧，就一块钱。小春，我真的好感激。小春，谢谢你，有我牺牲的，真的谢谢你。云深姐，不要说这些嘛，我们是好姐妹啊。我在感化院的时候，每次会客你都会来看我。后来我出来，我妈妈的事情，你和王大哥，你也……小春，我真的很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说起来啊，小春这孩子也还真不错，心地善良，人也聪明，只可惜生错了人家。要是生到个好人家的话，将来也会很有出息的。妈，我辅导的对象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，但就属小春跟我最有缘。那是跟我们王家有缘分，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给我们王家传宗接代的会是这么样的一个女孩。
对了，云山，你到楼上我房里头啊，我床头柜第一个抽屉里头去把我银行的存折还有图章拿出来，在一个袋子里头啊。妈，我们可不能对不起人家，你看人家现在愿意生了，孩子也不要，契约书也打了，这么配合，我们要有所表示嘛。云生啊，难道说是你不赞成？难道说你真想一块钱就把人家给打发了？哎呀，连你爸爸都说了，这钱一定得给的。不是不是，妈，我怎么会心疼钱不愿意给呢？只是小春的个性，他又好强，自尊心又高，我们如果给他钱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在侮辱他呀？不会的，这钱一定得给。我看这样吧，小春听你爸爸的吗？我们把钱领出来交给你爸爸，让你爸爸好好劝劝他，他会收下的。200万，这么多钱？这是他们的一点心意。一点？嘿，这叫一点啊！干爹，这是200万呢，我一辈子我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孩子，把钱收好，别弄掉了，掉了以后啊。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没有看过这么多钱，那我要拿它。怎么？拿它呀，存起来，到银行开个户头，把支票嘎进去。存进去之后啊，你的户头里头立刻就有200万了。哎，小川，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不行，我跟云生姐说好在先，我说了无条件帮她这个忙。哎，我跟她婆婆也这么说的，说了无条件，现在又收钱，而且还是200万，这么多哎，人家会怎么想我？小川，人家怎么想并不重要。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那个大姐。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样子，哎，我干嘛就要被他说中啊？哼，要给钱是吧？行，1块钱。干爹啊，有没有1块钱的支票？我可以留下来当纪念。小春，你这不是在斗气吗？人要争气，不要斗气啊。我就是争气啊，我肚皮争气。不是了，不是了，我是说，我是说，收下吧，小春，你让你云生姐好做人，这份情谊太重了，如果在钱上头，你不再让她有付出的余地，那她一辈子都会愧疚的。我也一样，一辈子都会觉得愧疚。纯嫁妆，1万块钱外标。好啊，那我来两个。两个，好。哇，酷哎，饭都不要吃了，啊？存钱啊，像我啊，就要为我儿子存教育基金啊。对。我看还有谁？这次他也有。梅雨姐，小春，什么事情啊？
梅玉姐，你们在干嘛？齐慧啊，我也要来。你也要来，可是每个月要付钱的，一个月至少要10000块钱哦。我知道，我来3个。3个？要不然4个嘛？4个。小春呐，你一个月有没有赚到20000块啊？是25000块。可是你不吃不喝，也不放付会钱啊。对呀。有，跟你们说，我够就是够嘛。哦，你们可以存小孩教育基金，可以存嫁妆，我就不行啊。小春。美玉。哎，经理。你去帮我把去美国的机票再确认一下。小伟。帮我把公司要开会的一些资料再详细检查一遍，是，不要漏了什么啊。小川，跟我到办公室来。来。哦。李姐。我要四个，不要忘了帮我们检查去啊。李玉姐，这样保险吗？王大哥。你们刚才在楼下讨论什么？商会啊。美玉要起一个会，哎，不好吗？上会存钱呢。我知道，多少钱？10000块，一卡10000块。那你来几个？4个。40000块。嗯。一个月40000块，你哪来的钱？我。回答我呀，你哪来的钱？我妈给的。喂，顾妈妈，我想。干嘛呢？就这么一点都不信任我？我一点信用都没有？太过分了。女孩子要懂得自爱，别人才会爱你。男人啊，有时候是很坏的，多半都是有目的。你说什么啊？跟男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问你，那些钱是不是你男朋友给的？我，别骗我。老老实实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就知道，蠢。你一定会嫁给他吗？会嫁，还没嫁，都不能先用他的钱。就算你决定要嫁给他了，那就更不能先用他的钱。你这么做，要他以后怎么尊重你啊？以为自己这么做是捡到便宜了，损失更大，赔的是自己的名誉。真是奇怪，好好一个年轻女孩子，居然伸手先用男人的钱。你付出的是什么？一个月40000块，40000块就把你给买断了。真是奇怪，莫名其妙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啦，都你在说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说了你就得听。给我听进去，记到脑袋里去。知道了，兄。等一下。又怎样啦？这趟我从美国回来，找个时间，把你的小男朋友带来给我看看。我。你呀，应该要找个时间说说小川的。怎么了？年纪轻轻的，交个男朋友就认真了。嗯，
谈谈恋爱就算了，爱没爱多久啊，就开始用人家的钱，这像话吗？用他的钱？是啊，公司里头齐慧，这小鬼啊可夯了，一来啊来四个，一个月40000块，哼，很可能被我骂了一顿。现在的小孩子，哎。还是我老婆啊最乖了。好香啊，物超所值。讨厌。说要什么礼物，从美国带回来送你。黄脸婆还是有权利要礼物的。我叫你平平安安回来。就这么简单啊，不要白不要。那帮爸跟妈带点东西吧，老人家嘛，让他们开心点。这还不容易啊。嘉凡，嗯，说不定你这次回来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哦。哦，还有礼物啊？生日都过了，还有礼物拿？200万，哈哈哈！张建德，走啊！要你还来啊！百万富翁哎，200万！穷到你给我还来！你有本事你自己赚，你抢别的东西干什么？烂货！你不烂，你有本事，那妈有什么本事啊？你还不是你个狗腿，敢再给我半个当铺，你给我试试看！开玩笑，你敢说我不敢说啊？今天要说，你的本事就是赔那个啊！小春，小春，不要碰我，给我关远一点。我说你真的很狠哎，拿人家钱什么都软了，200万就把你给卖了，六亲不认啊！我亲你妈的屁！好，我不亲，有人跟你亲，真的巧。你讲啥话啦？我听你讲啦。
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妈妈打过电话到我家里来。所以，你都知道了。雨珊姐，你告诉我，会有人的吗？像我妈这样，别人的吗？ 会像他那样糟糕，活得那样乱七八糟吗？总是一次又一次，把自己的女儿弄到最难堪的地步。 小春，你不要再难过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也很想不难过。把他当陌生人，随便他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 不是陌生人，她就是我妈。她不可能跟我没有关系，她是我的母亲。有时候。 真恨！我和他为什么永远都离不开男人？不管那个男人有多么多龌龊，我和我自己永远在等。 把打牌、谈恋爱，剩下来的时间拿来关心我、爱我。雨珊姐，都很累。 很厌倦这种感觉，这种等待施舍的感觉。我永远在跟人分享东西，分享母亲，分享父亲。 分享朋友，分享。
厌倦了这种感觉。我好恨这个世界。为什么对我顾小春这么残忍，这么吝啬？不要去恨这个世界，更不要去恨自己的母亲。她只是个可悲的女人，她不懂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你该去悲悯她，同情她才对。谁来同情我？我们不需要同情。只有可怜的人才需要同情，一个幸运的人这一生只需要付出同情，不需要接受同情。小春，让自己做个幸运的人。我不是个幸运的人，从来都不是。不知道我到底要等到哪一天，才会有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份感情是完完整整属于我顾小春自己一个人的。会的，小春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这里是客房，将来等小孩生下来以后，我跟你王大哥想把这里改成婴儿房。真的？那我儿子真好命。我是说，我帮你们生的孩子真好命吧。早点睡吧。啊，我去帮你拿件换洗的衣服。谢谢。将来我儿子一定会有幸运。
睡了。那你还没睡啊？在等我电话，对不对？想不想我？想啊。你不是云深？你小春是不是？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啊？怎么我还在我家呢？云深呢？云深姐，要我今天晚上住这里啊？那麻烦你找云深来听电话好不好？云深姐，待会儿洗澡吧。哦，那我待会儿再打来好了。哎，云深姐不在，你就不能跟我说话？我真的也很想你啊。哦，难道就只有你们两个可以在那边想来想去的？小鬼，不要在那儿胡说八道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很想你啊。你猜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想跳舞。哎，我想像那天晚上一样，有人陪着我在月光下跳舞。小鬼，不要胡闹了，我待会儿还要出去开会。你跟云深姐说我已经打过电话来了。拜拜。根本就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我想要有一个人喜欢我，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我不用和别人分享，只陪我一个人跳舞，问我想不想他。你不想听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说了。给我一个孩子吧，不要再让我接受这样的考验。小春啊，王妈，早！早早早早早！来来来，王妈请坐。哟，这么乖呀、啊！坐坐坐，你也坐。小春啊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小春昨晚来陪我聊天，太晚了，没敢吵醒妈。哦。王妈，我帮你剥。哎，好好好。云深，嘉凡没打电话回来吗？有啊，打过了，你已经睡了。这孩子不是早点打电话回来，害我担心半天。真是。王妈来，坐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曾经我以为是过境。
把痛给忘却，距离却一再提醒对你的想念。相信你。